温度急速下降，慈溪之宫冒着冷冷寒风，念念不忘到四年前遭受水患的拖车公园送暖。这么严寒的天气哦，真的很感恩那个伦敦家人给我这个机会来这边，然后来这里也看到大家算是一种见骨之福，在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然后好好来和大家分享。住在拖车里的吉普赛人很少与外界往来，不过他们和来访的志工却很熟悉。妇人听到呼唤，说自己生病了，志工透过窗户送上祝福。在中途之家的妇女情绪多半不稳，常咬指甲，每小时的免费服务为他们换上好心情。莎拉唱得尽兴，有四年皆有经历的她抛开不愉快，写下了一首诗。When you think of me alone, think together of us all alone. Being alone as one, we will stand alone together. I can't believe you made us very happy today, and there's more people in the world less fortunate. I don't even feel like I deserve with all the happiness and we had and joy here, and we're laughing here with Jews and we have news here. I'm thinking of the video scene.About the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看到还是有点沉重，像有一位就脸上有伤，但是他还是可以说出就是祝福大家的话，感觉心房有打开一点，我也觉得很欢喜这样子。不让老人家孤单寂寞，郭春玲到安养院和奶奶特别投缘。最近他在那边很孤独，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他就直接就叫我，他是把我当儿子养，而且有一次他还就说，还是把我带回去吧，然后我哭得不得了，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父母，也早去世嘛，所以我就特别感动。爱是关怀陪伴，志工愿做长者新的依靠。台视新闻，张善美志工，英国报道。